别吹了，眼睛要瞎了。我这不是帮你吹走噩梦吗？说了吗？晚上不要出来，非要出来。别吹了，眼睛要瞎了。我这不是帮你吹走噩梦吗？离开这个凶阵。这个凶阵当真如此厉害？那你为什么没事啊？是因为你是布阵者，所以不会受到伤害吗？只不过是个阵而已。怎么？难道阵还认人啊？只不过我心无所惧，让此凶阵无隙可乘罢了。心无所惧，心无所惧又何尝不是心无所念呢？行云此人实在太过寡淡，不过这人也莫名让人觉得安心。那他们怎么办呀？天亮之后溜到院子外面。